好叻机啊！你老母戆鸠。点解唔系全画面嘅？屌，开个先。OK， 全畫面，全畫面。緊張刺激，喂，教程玩玩，望一望先。逃生者，望一望教先。Sinister Night is a game of trust and deception in which eight streamers enter an abandoned Gnostic school for a thrilling adventure. Unfortunately, things didn't go as planned when two of the streamers became possessed by demonic spirits.The rest of the survivors have to complete 6 turns of offerings, while the possessed need to kill all the survivors. The offerings are broken into two categories, light and dark. The category requirements for those offerings alternate between different turns. During the exploration, survivors' sanity over time will be gradually. 揾祭品，積極供奉完成任務，完成六輪任務咧就勝利。搜尋可售物商店買翻道具，合理使用推理線索，提升巴拉巴拉巴。哦，兩名附身者隱藏喺逃生之中，巴拉巴拉巴拉，涉足祭壇，邪能滿時，可以猩紅夢境變為惡靈，殺死逃生者。哦，佢要揾呢啲邪靈水晶獲得邪能。哦，完全明白。道具使用 F 掣移动，电筒右击，猫低 Shift， 哇喺恐惧之间真系。聊天室有冇人唔明啊？有冇人唔明个玩法啊？系咪完全啊？有恐惧之恩底，大家完全明白啦。开始游戏，吓吓只 game 要咁样，吓只 game 冇得同路人玩噶，咁点啊？真系冇得玩啊？哦，都有嘅。我没想追这个吧。哎，你好，你好。刚刚揍我了。我是慕容，我是好人。有生意吗？笑死我了！唉，没错，三一啊！搞笑主播呢个系。等人吧，等人吧。我的马号，我的马号。我去，有生意吗？我去上个厕所，你等会来了，你之后你给我打个微信啊，火漂亮。好。佢哋都唔捻理我嘅。啊！我交我一间房。没有火票懒在哪？啊？六号，我记得你这个直播是一个女生。屌，换房先，呢间房真系唔捻理我，戆鸠嘅。你咪成间房唔捻理我，阵打，一阵捻打埋啲戆鸠嘢，又话哎你唔识噶，投咗你先咁样戆鸠。Hello， 在吗？有人在吗？有的。好，换个角色，美妆达人灵媒，有560,000订阅者啊！呢个搞笑主播有260,000订阅者。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看他的视频，一定令你心情改善不少。
游戏热爱者，曾经一名电竞选手，收获诸多殊荣。哇！我咪电竞选手咯。不过呢个好似最似我，就咁睇。唉，拣呢个算啦。人呢？人呢？冇人嘅啲房。试下转揿掣咪。哦，语音开关 V， 哦 V 就有语音开关。我们跟你也没法交流啊，你不说普通话，我们听不懂的。其实得啱啱嗰间房有人要。啊，真的。啊，真的。这个回应我真服。我来了，我来了。准备准备，游戏开始喽。换个角色，换个角色，有两个韩国小哥。开始。开始开始。游戏开始喽。游戏七号，你们两个角色重复了，换一下。好好好。换个金发妹，二号七号。我会猎杀你的。二号七号，你们两个人中间谁换一个金发妹？我吗？我是要换角色吗？对，你换个金发妹。啊，不用了不用了，人家换了。不要重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准备吧，开始，准备。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始了。准备，二号。右下角准备 ，Go。哦，完了，开心。啪啪啪欢迎星球姐姐。真的，我找了老半天，我终于看到了直播间了。哎，哇，咁复杂嘅。八号，我是十号，我是十号，注意，我是十号。十号，好，我信你了，十号。喂，哦，咁样开麦耶。嗯，蔡云坤。哎，跟我一起走。没有，我想在这边拿个钥匙。哦，我有个十字架又做任务喎。刷，我捡，哎，你不用啊，你拿走啦。怎样做任务啊？哦，笼中鸟喎，有咩用啊？回李子房啊！我而家要去边啊？换家位置祭坛，我冇任务做嘅。
我点解睇我任务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乌鸦杀我啊！我原来夜晚讲唔到嘢嘅喎，夜晚讲唔到嘢嘅。我喺边度咧？我记位置，我喺左上角。我在二楼，刚才在右左手边，左手边就山区。操！报警！报警！会议室。我点不动。哎哎呀！二楼。他二号死了呢！你们谁报的警？你们谁报的警？我报的警，我报的警。你报的警？ Okay, 你是几？ Okay. 你是几号？鬼是从左边，他四号。哦。鬼是从左边过来的。哦。然后没什么信心，我听你们聊。从一号这个位置进来的吗？我从不不。左边还是从鸟？鸟那边进来的，然后你们聊，我听。我三号说，三号先说，三号先说，三号刚进会议室回理之时候来了一大批人，然后就开猩红了，然后我就往这边走，我就听见脚步声，我就赶紧往回跑，往回跑之后我就这么绕到这儿，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个门后待着，然后没什么信息。时间有这么久。四号是这样子，刚从上面交了几笔，从那跳下来，准备回会议室去回理智，走到这儿就开猩红了。然后一号那会儿跟着我的，我就推到会议室里面来了。然后我站在这儿，我站在这个地方，看见鬼从鸟这个地方冲进来，我以为我要嘎了，结果他跑到这个地方，好把二号给嘎了。然后我就过去摸了尸体，我其他的没有什么信息。五号这里有，五号在会议里，在会议室。就那个黑妹三号告诉我这边有鬼，然后我就说骗子，然后不是我说的，是三号说的，反正就是你黑妹，然后他告诉我这边有鬼，不是我谁也没说过，我没跟你说。其实凶手继续聊吧，凶手怎么讲呢？凶手，那我对你的位置很偏移，好吧？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话，那我看到那个三号是谁，那就是你们两个人，那两个三号全在会议室呗。然后我就从这边出来，我出来之后，我在这边二楼的时候，这个地方开猩红了，开猩红之后，图书馆是四格，我不明白你三号是怎么出来的。图书馆是四格，我在这里是四格。结束的时候。我报警了。好，六号。我说，当时那个见鬼的时候，我是刚掉完祭品，我还跟他们几个人，好像谁呢？哥是三又跟那个什么亨利哥在一起，然后过来这边掉完祭品就直接开心哦。我当时的位置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我刚掉完祭品，他们已经走到这边了嘛。然后我就从这边下来，后面就是沿着这个楼梯跑到这边，然后出来的时候看到格子衫，啊，在这个我的前面，我在办公室里面走过来，怎么到尸体？其他没什么线索，过了。那七号在二楼啊，没有信号。那叫祭品得看二号死了，对吧？就一四六叫祭品，嫌疑大一点。我更倾向于房子六啊，我觉得六更像一张狼牌。过了。八号，我八号刚才应该是在一楼的。八号，把你点标一下呀。哎，位置在哪？标出来。我吗？我刚才位置就在这个楼梯，然后我楼梯上去之后就看那个猩红，然后就在上边走到
左上角那个城市没有看过任何人。OK， 好，那我一号说一下，我跟着我大哥一起去交祭品，然后在大哥非常不信任我的给了我一棒，然后我们就一起跳下去准备去会议室回理智。到这边的时候进猩红，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太对，感觉大哥会死，所以我就跑进这个办公室躲。那我补充一下的，三号补充一下的，我觉得这刀开这么快，你不应该这五分一直在伤我呀，那肯定是从交际品上盘的。而且我青红前我走到这儿是有脚步声，我就赶紧往你先听我说，我就赶紧往这儿跑，我就绕，我从这儿绕到这边。那我怎么就是青狼了？我不知道啊，我祭品我还没交呢，你就先。我还没讲完，让我讲一下吧。我在这边跟四号走的时候，我遇到前面有一个黑妹啊，我不知道黑妹这个三号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怀疑听刚刚那五号这样讲，可能是有变形狼混在里面，所以。我就这么说，我上把刀开的也是很快，我没有交祭品，因为我吃的全水晶。没错。好。牛逼。完了。因为你知房啊，会议室。Hello。嗯。边度系你知房？而且还也不是我说的有鬼啊，谁在脏我吧？三号走咗上去，喺我眼中三号，喺我眼中三号喺二楼，咁即系话，如果二楼有 C 三号，好大嫌疑。呢个几号啊？七号喺我隔篱。儀式結束，即係咩啊？我需要祭品，即係咩啊？我唔係好明點，我而家唔係好明我點樣揾到祭品啊？好撚多道具，收入三份戰合成祭品。我原來祭品真係揾呢啲道具，哦。我左下角有夜视镜，哇有毛毛喎、啊！我不要。啊、先啱啱几多号啊？啱啱喺我隔篱嘅几多号啊？七号，咁即系话七号啱啱喺档案室呢个楼梯，我望佢喺边先。冇人死亡。呢个几号啊？你几号啊？哦，喂，大哥，你跑去哪了，大哥 ？Number four， 我肯定跑远了呀。大哥，你跑去哪里了？你给人报，你给人报点报是吧？这可能没事就人摸。你是不是跑去？你是不是跑去刀人了、啊，大哥？咦，啱啱几号啊？四号喺隔篱，四号喺我隔篱，但系冇杀我，咁即系代表咩咧？代表佢揾唔到人杀定系咩咧？喂，救母啊！救母，翻去啦，翻去啦！夢境先殺得，應該是要熄燈期間殺人。我估啊，
呢度几多号咧？唔知几号，好卵暗啊！啱啱嗰个箱咧，唔系几条毛嘅，我可以搜集翻去，我哋翻去搜集道具，系咪呢一个咧？好似系呢一个。OK， 供奉祭坛已完成，祭坛喺边呢？祭坛，诶，哇，吓卵死人啊！你好卵恐怖啊你，黐烤。找回他先，我跟着他走，即是说，即是说七号不杀我，如果他是凶手杀了我，即是说七号以为是好人。但他走那么快的，我前面一个人，我前面这个是谁来的？我去这个脸上了，在二楼楼梯途中，五号一号喺度，一五三喺度，一五三喺度，哇！大哥，怎么不见啊？一五三喺度，我是从七号条尸喺度方向出来的，啊，医务室那边变身出来的。我系八号，啊，看一下吧。我刚刚在这个位置，一五三在二楼，然后尸体在二楼右上右三角。我刚刚怎么上去呢？我在想我刚才怎么上去的，我在想我怎么上去了。一号，我刚跟四号五号我大哥大姐交完祭品之后进入天黑，我们一起往这边走啊。天亮我只看到五号我大姐跟八号，那四号请问一下，你刚跑去哪了？我怎么都没发现你。三号，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危险啊，大哥。三号发言，三号新红洲就在更衣间这边，然后我就等那个到完之后，我就出来点尸体，然后这边是一根信号都没有啊。哎，然后我在这碰见那个格子男了，反正这挺多人。然后过。我八号先说一下，就是我八号刚才我还没关灯之前，我跟七号在这个图书馆，然后啊什么？还没关灯之前，还没有猩红之前，我跟七号在那个图书馆，然后他出去了，然后就猩红，我找不着他，然后就死掉了。我然后猩红之后，我走下边看到你们，如果你们一三五你们是一起走的话，其实凶手我觉得只有四跟六而已。好了，四号说啊，四号在这个地方遇到一号和五号之后，然后往这走，又开猩红了。然后我一直跑到观察位的时候，观察位是一格，然后我就直接跳下去了。跳下去的时候我就躲在这个地方，一直到猩红结束，好吧？我在这个地方能测到一格。三号，你刚才说在你这个地方没测到 EMF 吗？好了，我过。五号第一轮空刀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你说，空刀之前我看到三号从这个楼梯他跑下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直接开猩红是瞬间三格，猩红这个地方是三格，就是上一轮，然后后面之后就没了，然后这一轮交祭品，然后我在这个上面一开始是一格。后面到了两格，结束的时候还是一格，对，就是一二一，然后就没了。这边六号做总结发言，啊，这边六号的话，当时出现猩红的时候是在这个区域，然后往这个楼下
先跑了。在这边的话，开 ENF 是属于那个没有格子状态，在这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已经刚下楼梯还是干嘛，就是没有那个信号。然后是我说一下，空刀那一轮七号在我旁边，我看到就是开信号前我看到七号位置大概在这，我当时还在这，啊、嗯，然后我跑进餐厅躲的时候，这边瞬间变刀三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鬼可能是二轮去刀这个七也有可能，好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什么水晶或干嘛的。空刀那一轮我是有见到这个鬼，然后后面的话我这边反往下面走了，好，大概是这些。目前来说，我觉得就三号最可疑啊，真的，就他报的 ENF 跟我们都配不上、啊。我也这么觉得。票吧，我们在这边都能测到一个，我们都站在这边测到一个。我在更衣室，你怎么在这边测不到？测到个。哎，不是投票吗？投票，没有空票了。投票。好了，记得投票啊。三号，我弃票。咩 game 同鬼之间差唔多咯。我操，这个三号有点怪呀、啊。火雷咯。阿杰。喂。成日都要翻嚟李志房嘅。一号在我后面，如果呢只 game 可以多啲人玩咧，同埋佢可以，不过同外人玩一个问题，听佢只口音又好烦，好难听得清啊！即系佢哋又大细声，好麻烦咯。即系其实要我哋自己人玩就好啲。哇！他叫的我鬼直接面变，没刀我就觉得很奇怪。把方向给我投出去，全是你的三号。那图，哎，三号全是你看的，我太爷。哎，三号在点。我在图书馆这里被叫了鬼，然后听到八号鬼一直说话，然后他叫了一声，然后他应该看到鬼在我身后，然后我就被搞了。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等下让死者先说。刚才有一个恐怖的画面出来，然后就是他吓了我一下，然后但是我没有死掉，为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被鬼咬了，就会让你没理智。对，他说我被附身了，然后我不知道。对。哪时候我？那就是你没理智。哪时候我？我来讲一下吧。对，因为我刚大厅跟八号一路这样走上来，他应该是打算去交祭品，结果他在中途被小鬼咬了，所以他就尖叫了一声，然后就天黑。啊，我以为鬼是要来刀八号，所以我就打算往图书馆里躲。啊，天黑前我就看到我跟那个我大姐。号擦身而过，然后我就走下来这边待着，到一楼去待着， oh. 然后最后躲到储藏室。结果，我大姐死完之后，我就突然发现我的 ENF 变四格，所以我本来想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人在我附近，但所以我怀疑这个三号有点可疑。好，结束。我这把提供不了太多的信息啊，我在蓝色搜的时候被鬼扑了一下，然后瞬间就开信号了，我以为我都要死了，然后我就从这边一直走到大厅，哎，结果我没死，然后信号结束了之后，我就先回会议室回了一下理智，然后这会儿才出来准备摸尸体，刚走到这儿，然后说实话我这局提供不了太多信息，没有什么信息。其实我现在说嘛，所以凶手是
就是一跟四，你们可以保证对方的位置吗？一跟四，肯定保证不了啊！我跟他离的位置多远的？我能保证你的位置，就像你能保证我的位置一样啊。我们两个就在旁边而已啊，天黑的时候。但是你在我旁边，你也有机会杀人啊，不是吗？你这样说，嗯。哦，大哥，我大姐怀疑你了，大哥。我不是，我跟你说，我是纯纯的铁好人，我跟你讲。我大姐说三四出一狼啊。我反正我这波私聊呗，私聊票我就扛推呗。你自己看，我交祭品交的多积极，虽然只交了两轮，你看我每一轮祭品都交的很积极。哇，我大哥二哥中出一狼啊，还没结束了，七百结束了。这个八号，这个八号说话好可爱，八号你加我微信，八号，加你微信。对，加我微信。你想干嘛？八号好像是沙龙，我哎，刚才不是还是哎？但是我是喜欢男，我是喜欢女生的，哈哈。我知道你喜欢女生的，可是我喜欢男生啊，我把你掰弯不就行了，对不对？哈哈哈哈哈！你这样讲太有道理。发错了。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跟我这个 ID 一样啊。第一波盘的，你可以搜寻我这个 ID 就可以找到我的 I， 我的那个。你这个不是我开。OK。没想到我跟大哥不是狼，没想到居然是二哥是狼。三号。在五号有说话，你有像有病。所以三六号中晒哦。啊？复盘。哦。不知道。二号准备。哦，等我一下，来了来了。他我有病死了。开始喽。我看到你了。佢加咗我咯，佢叫小麦哦。他想怎样呢？可能他是我的贵人，是不是？他是我的贵人，他想照顾我的下半身。我和七其实记位置有多难记呢？屌，我识玩啊，这game几多号啊？五号走右边，看看先。五号在这里，有没有打号码？五号办公室，七号档案室。屌，我识玩啦、啊！呢班七头几号啊？七号啊嘛！睇下先，七号去咗二楼，咁即系五号要喺呢度附近。七号上二楼，
祭坛喺边啊？有冇人知祭坛喺边啊？应该冇祭坛嘅。呢只系咩 game？ 恐惧之恩二。四号喺我隔篱。西坛喺中间呢度咧？唔系喎，点样祭坛啊？呢个符号系咩啊？哦，祭坛喺二楼啊，系咪咧？五号行呢边。而家个祭坛，我喺右上角啊！即系行得过去嘅四号、五号都行过去，即系话四号、五号都系有机会好人。哦，七号喺度。哎，你们两个直接抛弃我就走了是吧？二号喺度。干了你们！你们两个。一直都有在跟我叫鬼，跟我在敲我，可能是这个三号。一号，五号。什么三号？七号还懂。三号，三号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我跟有命似的吗？他好像。嗯，知道了。祭坛，哦，原来祭坛会掉位嘅。OK。即系佢每一轮嘅祭坛都掉位嘅。那你有点可疑。刚刚有，但两个瞬间。你太可怜了。因为我要做任务之余，仲要翻去祭坛回血。B 啊，坏 B 啊，都是坏 B， 都是。啱啱四号五号过嚟回血，咁即四号五号大几率好人。假设佢哋唔扮嘢嘅情况下。然后七号喺度，点解唔杀人呢？凶手系咩呢？我唔喐啦，企喺度。我惊行去祭坛咧，个只龟祭坛。而家我喺度等下先。啱啱七号行喺后边，计下先。我喺呢度。所以七号啱啱应该喺办公室方向。出三，给我把三号出了，面边三号。啊，在楼梯这里三号。你是他兄弟？我不知道。吓死我！我跟你讲，我全程没看到三号位置。哎，七号在哪里？三号标一下位置吧。三六标一下位置，三六都标一下。六号。OK， 好。我一直在后边。可以把三号出了。六号发言。六号这边的话，你二号的标的位置确定对吗？开心往前一瞬间，我看到你跟我相遇了。位置是在这个图书馆门口啊，这边啊，要标新闻前的位置啊。然后当时就是我是往上面叫祭品，在这个上面叫祭品，碰到一号之后下来，回了理智之后，到图书馆这边开新闻了，之后就躲在图书馆室这边，全程信号格一直是一格，好吧，在我这的位置就只有一格。然后是开新闻前遇到了二号，其他现在没有了，没什么线索。那直接可以投三了啊！信号之后，我是在标这个位置啊。信号之前我在档室这里，刚回了理智出来啊，我就往二楼走啊。前面有一个信号走，这里一个信号啊，我摸黑上面的，黑暗之后我在这里啊，我准备交祭品。前面没有人啊，我这前面没有人，那这三个人上好的牌啊，直接可以出三。七号你是怎么杀去的？
我从一楼走上去的呀，我怎么上去？我飞上去吗？啊，八号发言。节约发言时间啊，节约。八号。哦，八号，刚才我没有，我没有记错，我好像在那个办公室外边跟这个七号走过，然后我就走到左下角的那个男厕，然后七号就在我的后边，他去会议室那边，然后就姓洪了，这个是我的印象。Okay. 好，那一号发言啊，我在办公室收一收，就进行好事，我就待在那边。EMF 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突然变两格。啊，大哥刚刚不是在我附近吗？怎么突然又跑到二楼去了？大哥，好了，结束了。二号。所以宋小四发言啊，天黑之前有遇到这张六号，这张六号开不出来这一刀，然后我天亮之后他也很我跟我很凑巧的躲到了储藏室，我这轮我保六号。好，到我三号发言了，我不知道为啥我还没发言呢，这七号就说我撒谎，我在这儿。三号你没声音了，你麦断了，你没声音了，三号你麦断了啊。我刚才没说话呢，这七号就说我撒谎啊。然后我说一下，我刚才过来从这边上二楼之后过来交的祭品，然后我看到一个西装男还是谁，然后他交完祭品我跟着交了，然后我就往这边走，然后开青红了，我就跑到更衣室躲起来了，然后青红结束之后我就往那边跑，然后过四号开青红的时候就在这一块，然后刚路过那个购买东西的呢，然后开了猩红之后我就直接跑到这儿了，在 1.5 的时候我站了一下，然后是 EMF 亮了一格，然后我就直接下楼了，下楼之后躲在档案室里面， EMF 一直都是一格啊，我其他的没有信息。那跟死者归票吧，我变他说是三号是变形鬼过来的，那变形鬼不会傻瓜到直接当死者面变身吧？我觉得这三号和这张七号打的有点不可开交，我想让看他们两张牌对打呀。我怎么我觉得七号比较像哎、欸？哎呦，哎呦。不好说，我想看他们三七对打，但是三号被绑了的话就打就不成立了呀。我附近不过呢只 game 咧，如果用普通话玩，即系我自己玩咗第二铺啦，我觉得如果用广东话玩就好好多咯，清晰好多咯。佢大细声同埋讲嘢时，我一时间有时听唔讲太快咧，讲唔听唔明咧，一细声佢哋又，咁我就唔明，我扮听到咁样。你系点睇呢只 game 咧？不如你嚟讲下你有咩感想？三号喺度。我去交祭品，我直接打一根针过去。你觉得不错啊？即系我佢设计上就好过话恐惧之间嘅，但系佢逻辑上其实冇恐惧之间咁好。要讲咧，佢人数少，职业少。二六在二楼，
哎呀，哎呦，大哥是不是？你跑哪儿去了？说了要你一个，你跑哪儿去了？我刚刚站在门口看着鬼冲过来，我就往旁边跑。把你吓不？这轮可以暂时保一下一号不开刀。我的 EMF 是开始是零格，然后一二三四五，我被鬼打了一下，鬼是直冲着我来的啊。哎，二六标点啊。这轮暂时一号不开刀，我只能保他这一轮，是吧？但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爆点牌，因为我也被透了，好吧？你们标点你的发言，我听一下吧。哎，六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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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六号，六号，六号，妈妈，刚才在调那个新闻前这边的位置，是跟我撞到一个韩国吧，跟那个二号机撞的，当时就在这边他们。这边个夹角交相遇，然后直接开新闻，新闻之后我直接走到这个更衣室这边，更衣间这边啊躲着了，然后全程刚开始这个一显示是一个信号，后面就直接零格了，说明说直接跳，可能是刚开始就在二楼，后面到一楼，我是这么推断的，其他没有过了。嗯，下发言啊，天黑色刚在这里啊，开信号啊，变身那个地图变过来之后就指着这啊，没有信号，大概等了八秒左右啊，出现了一格。那很快就变零格，然后就站着没动了，啊，最多的时候就只闪了一格信号，啊，过了。哎，不是天亮之后我马上叫了祭品啊，你看天亮之后我叫了祭品，啊，过了。八号。八号，其实我在关灯前，我应该在，我好像在。这边的位置附近，然后我看关灯之前还看到二跟六在附近，就是在二楼嘛，二跟六，对对对，我在这个位置关灯之前，猩红之前，然后二跟六在我前边，然后猩红了，我就走楼梯，去一楼，然后去到奎尔斯，然后走。猩红没了，猩红没之后，我就去了那个教室，看到一号在右边过来，但是三跟七我没有印象看着他们，三跟七我都没有印象。好，那二号三号你们先发言，我等一下最后再讲，我有一个事要最后。二号你先说吧。二号说啊，在大概这个位置开的猩红。我标的这个位置开的猩红，然后我直接先润到厨房这里，然后一看是他妈两格，然后我润到寝室这边变成一格，然后没有格，然后没有更多信息了。天黑的时候确实看到六号了，如果六号是蟑螂的话，我这里至少应该有三格过了。三号这波没什么信息，猩红之后就在会议室这个桌子后面这个角站着，然后猩红结束就看着八号棒球男孩去点尸体去了，过。好，那我讲一下，我之所以要最后讲，因为我确定我看到鬼是从这个二楼这样一路走下来，然后走过来刀的啊。我在这边 ENF， 我在这边偷看，然后看到鬼这样走下来之后，我 ENF 两格三格，所以我就跑到图书馆去了，然后我就听到我大哥惨叫一声死去，所以。我觉得就位置上来说，二楼可能真的是鬼变身的地方比较危险。变身的大概率就是二啊，这张。没错，我觉得二号好像有点问题。我天黑的时候，六号大是能看到位置的。如果我在这附近被先的话，我至少是他至少亮闪。大哥归票。归票。哎，好吧。我关灯前看到二六啊。他关灯前都看到二六了，八号。对啊，这能投我啊，牛的！就因为这把我没有盘逻辑，我在疯狂叫祭品是吧？等一下。
牛逼牛逼，你们可以投二号。哇，口供都话我熄灯前见到二号咯，咁点解系二号呢？不过佢哋唔相信我口供啊，其实冇可能噶喎，呢只 game 得两只鬼，二跟二六八加我八号啦，二六八三个话熄灯前。讲乜柒？啊？讲乜柒？咦？佢讲广中文，佢讲广东话，佢话讲乜柒？佢识讲讲乜柒，但系话唔知我讲乜柒。试唔试啊？三号、一号、我点样睇我有几多钱？点样知啊？你点样知有几多钱啊？哦，见到啦，见到啦！哇，呢个十字架有咩用啊？我准备制裁佢喎，系咪啊？有心理作用，哈哈！你好幽默。唉、哎，玩埋一部睇戏，都玩咗两场，两场冇俾人杀，已经好好啦。哇！我用咗咯喎，哦，用咗之后，哇，有人行过喎，只龟行得超快，我见唔见到啊？跑咗过去喎，望下先，即系话凶手本身系会议室，佢会议室出嚟啊，凶手本身跑咗劲远咯，佢，哇，会议室你见唔见到先？我想讲。我想你帮手俾下答案，睇下我望错啊，定系真系有计行咁快？哦，
鬼是奔着我来的，哎，看我喝了个隐形药水，没有被偷，啊，那你们聊。八号发言。八号关灯之前，在这个位置，这个办公室门口外边，然后猩红，然后就猩红了。猩红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他在那个尸体那个方向跑出去的，所以空手，所以凶手应该是从那个奎尔斯出来，然后不知道去哪里了，懂吗？做完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号码，因为那是猩红，看不到号码。八号讲，我没发言，是投我。我来讲一下，我们看一下祭品哦。最后一轮祭品1378除以狼，那六号一定不会是狼吧？除非你认现在场上还有双狼。那如果六号不会是狼，那我自己以我的视角，我知道我一号不是狼，那就是378除以狼，七号死了，38除以狼。那以这轮来说，我觉得三号会比较稍微危险一点，他的位置可能啊会比较稍微危险一点。对，好，那三号跟六号你们发言吧。不，三号。三号。啊，我三号发言。因为我被绑了嘛，买不起那个 EMF， 然后我就。猩红之后，我先是在这儿看着新发妹了，然后我就回会议室回理智，然后我走到图书馆门口之后是猩红了，猩红了我就跑到教室一，没了过。我就这么说吧啊，简短说一下，当时开猩红的时候我在餐厅这边直接跑到更衣间这边那个停下来的时候，显示的 EMF 信号和是零格，啊，且你们看祭品，就是你们尸体死之后我立马去叫，我就是想卡这个时间。一出来立马把祭品叫了，不可能是我二楼这边的问题，好吧？所以只能出在一站里面。一站里面的话，如果按照这么讲，那大概率的位置最多可能是这个三吧，好吧？我觉得六号应该没可能吧？没有，你看这个祭品就知道了。不会是六号，六号不可能。对啊，六号不可能啊！六号100%不可能。所以一跟三你们肯定套对。肯定偷，跟你没错，就是一三里面出啊，不是三就是一了。赢了吗？投票处决了。赢了吗？三号。三号。唉，被盘出来了，那没办法。没有，我刚在图书馆还有测到那个鬼从我旁边经过四个。然后他应该是有坑的，我想说为什么不打？我说刚完人的，所以看位置你超危险。这个八号发言，我觉得算好牌。要来我大哥啊，帮我扛小鬼，再帮我扛大鬼，各扛一刀啊！大哥，准备。哦，对，开始。准备哦，所以所以二跟三都投中了。哦，三号，你问你个问题吗？佢哋好想同我玩哦。说。好的。佢成日叫我准备，我谂住玩多铺，佢成日叫我准备。啊，准备啦。好，准备吧，准备看一下吧。我谂住玩埋啱个铺，佢又叫我准备。不想问，再想一想。其实我逻辑咁好，哎，这游戏有好有好好肉好肉吗？点样讲好有肉字？有好肉好肉，加个朋友啊，朋友我识讲。上一波二号被抓包了，难受的。加个朋友。三号还手刀我大姐啊！哎，这游戏这鬼有技能的吗？有，它可以变成
别人的样子，或者是在变身之后回到原本变身前的位置。哦，谢谢你。喂，有冇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啱啱听佢讲嘢，啱啱佢讲嘢好细声啊！有冇可以帮我翻译啊？到底佢讲乜春？即系鬼乜嘅人啊？哎，拉屎一铺。真系拉屎一铺。好似系变人嚟嘅样子啊。哦。咁渣变身鬼。变身鬼喺恐惧之家入面呢，佢系冇人权㗎喎。一计就计到㗎喎。因为你身边嘅人都唔会系变身鬼。应该话恐惧之间啲鬼咧跑太慢啊！可以变人哋嘅样子，同埋可以翻去变鬼前嘅位置啊！哦，咁捻强，我完成咗好多嘢咯喎！哇，我垄断咗全世界嘅利益。哇，咦？点解唔得嘅？哦，原来呢个系交俾商人嘅。我要翻嚟自防先。哦，大哥，你这样真的不太对啊！怎么马上就敲我一棒？记住 number， 呢个女人喺我隔篱。哇，佢喺我隔篱喎。哦，原来星熊嗰阵系见唔到人嘅位置啊。咁我唔走啦。屌，其实我开翻灯，如果我哋两个喺对方，唔系喎，可以杀完再翻翻嚟。这个鬼是个笨鬼。死者发言。来，死者说话。死者，你只有30秒钟时间啊，抓紧了。必须查呀。阿七。八号。哎。干什么什么？30秒钟的发言时间。啊。看鬼从哪边进来的？从这边还是从这边？右边，右边一四号哪边？这边。一号哪边？我不知道是谁。我说吧，我说吧。好，行，你说。哦，原来伟言讲的哦。一号说。你要玩英国先讲，我刚跟四号还有谁西装男一起在这边交错，然后我看到那个四号说等一下跟着他，他手上有十字架，那结果呢天一黑我就想十字架最近的地方应该就是，我就往储藏室冲，结果天一亮我周围没半个人，我觉得有点问题。原来这只 game 是有遗言讲，即是我要讲只鬼在哪个方向过来，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了这件事。你是怎么看呢？这个 game 就玩完了，等我 up 刚刚段片上 YouTube 先。看戏啦，看戏啦，十点钟了，现在OK， 你们有什么感想对这个 game？ 即我觉得这个 game， 我觉得这鬼可以瞬间转移和走那么快呢，我觉得啊，我觉得可以讲遗言好像意义不大。但他可以讲生前见过哪个咯，但生前见过哪个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用呢，再想想。